83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香菇滑稽的小助手。S7.5 云顶碧波龙最高贝壳乘数挑战活动圆满结束啦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，究竟是多少乘拿下了本次活动的第一名吧。第十名，792乘，这位玩家没有任何技巧，碧波龙棋子的装备也仅只有一个蓝 buff。而且因为合成的三星水龙伤害太高了，导致对局结束过快，没多少时间叠贝壳，却能打出这么高的乘数，实在是让我非常佩服。最终7-1结束对局，打出792乘的成绩，有点可惜。第九名，805乘，从这里双转亚索加蓝 buff 开始出现在我们的挑战里。海克斯也已出现能更快释放技能的海克斯，但是比较可惜的是，装备方面只有亚索有一个蓝 buff， 最终7-2结束对局，打出805乘的成绩。第八名，826乘，单转亚索海克斯银色蓝电池，水龙一个蓝 buff， 7-3结束对局，最终成绩826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可能是这位玩家没想到一波就没了，他场下还放了2个2星的亚索。第七名，917乘，单转亚索加3个蓝 buff， 海克斯原计划链路能更快释放技能，而且从这里开始，三星奶妈也出现在了我们的挑战里。而最后对手说他三星太拉失败，没打过我们的三星奶妈，7-3结束，917乘，有些许可惜。第六名，970乘，3个蓝 buff， 7-1就已经接近900乘，最后三星尼拉换2星尼拉，7-2结束，定格970乘。第五名，1006乘，正式突破1000乘大关，海克斯彩色蓝电池加单转亚索加三星奶妈，从这里比赛就开始有趣起来了。因为要突破1000乘，大概率需要三星奶妈控制比赛时长，而且光控制时长还不行，还得说服对手心甘情愿挨打来配合我们叠贝壳。因为活动规则就是只允许单排，至于最后怎么达到最高乘数，全看玩家自己。最终8-1结束游戏，成绩1006乘。第四名，1047乘。一样的三星奶妈，一样的说服对手配合，但不同的是，这位玩家仅只有一个蓝 buff， 且无任何快速释放技能的海克斯加持，最终双三星五费8-1结束游戏，成绩1047乘，可以很强。第三名，1121乘，彩色蓝电池加单转亚索，在4阶段已经开始蛊惑对手，并且非常自信。4-7满经济拉9，6-1神之贯天骰子直接合成三星奶妈，在不断控血的操作下，8-1结束对局，最终成绩1121乘，可以很强。第二名，1173乘。在海克斯无蓝电池且装备没有蓝 buff 的情况下，力宝递出光明蓝 buff 加2个水滴，场上水龙加双转亚索瞬间有了神装。5阶段开始双鱼蛊惑对手，并成功说服一位国外玩家配合。2星水龙换1星水龙，2星亚索换1星亚索。6-5选秀再次拿下一个蓝 buff 后，递出了三星奶妈。最后在对手的配合下，8-1结束游戏，成绩1173乘，可以很强。但是在拥有彩色蓝电池或者光明蓝 buff 等情况下，也只能达到1100乘吗？第一名，1386乘，彩色蓝电池加双转亚索再加3重置前排以及神装加克，超瓜的伤害5-1居然还能打成平局。5-5仅剩21血的情况下发动嘴遁，成功说服对手卖了备战时的奶妈，在6-1最后几秒追出三星奶妈控血，700乘，800乘，1000乘，1100乘，
1200乘、1300乘，最终由18-1结束，打出1386乘的最高成绩，荣获本次活动的第一名，恭喜恭喜！前三名的活动奖励我会依次施行，而没有拿到奖励的玩家不要灰心，让我们期待下一次的挑战吧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！